在世界上啊，很多都市很少有像台北有这种条件。填入地下化之后，台北市政府就盖一个所谓的市民大道。这些全部集合在一起，渐渐的，就是它就是一个次文化的一个聚集地。这个烟囱呢，在那个年代的这个城市里面最重要的指标，它是最高的，现在被101取代了。